两颗国旗彩绘大气球出现在挺韩造势场，立刻成为焦点，超级吸睛。不止巨幅国旗，连彩绘大气球都有，让韩粉们拍到好嗨。韩流人气夯，带动国旗相关商品，还有其他款的国旗气球，最近业绩也不错。红色球皮外包着透明的国徽，充满气，瞬间成为圆润饱满的国旗气球，漂浮在空中，加个底座还可以当成摆饰。近日啊，有接到很多的电话，还有一些线上客服，那我们也针对这个也做了一些创意的气球，那其实这询问度还蛮高的，也让我们的业绩成长到三成。贴纸、徽章、头巾，各式各样的国旗小物，随着韩国瑜一场场造势，都成为热销商品。业者推陈出新，国旗造型的流苏别针可以别在帽子上，国旗镜子结合钥匙圈，设计感十足。国旗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部分嘛，当然我们要参加这个场合，一定会准备这种红色的东西。像国旗类的商品，哦这一类的东西，马上就会有粉丝就会来我们这边先来采购装备。我们现在成长的状况应该将近了三四成左右。不止国旗小物买气提升，韩流小物也有新花样。高雄市府授权市徽，让业者印在韩国瑜军牌上，限量2000个。韩国瑜人气旺，天天都是话题，更带来庞大商机。记者黄玉峰、王一仲台北报道。